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前几天是六四天安门的33周年纪念日，相信大家都知道吧？那也有很多小粉红跑出来洗地，甚至前几天上我的直播洗地，虽然都被我脸打烂掉，但是在6月3号晚间的时候，号称中国第一带货直播的网红啊，李佳琦，他在直播卖产品的过程中啊，端出了一个巧克力坦克形状的蛋糕，没过多久，他的直播就被中断，被下架了。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问题，然后在晚上的9:26发了微博说后台技术的故障，我们紧急处理中，请大家稍等一下哦。到了晚上11:38，他就说各位网友们非常抱歉，今晚因为我们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家早点休息。很多网友就想不透了，到底为什么他的直播会被中断？于是啊，有些曾经翻过墙，有些了解过天安门事件的网友啊，就开始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坦克人，是这个巧克力蛋糕造成的。那我们都知道他做这个直播就是一个手机在前面，就这样而已，是有什么技术可以故障？哎，你手机没电了吗？手机网络不好吗？你可以换另外一只手机啊，你可以边充边拍啊。怎么过了2个多小时都还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个所谓的技术问题呢？因为这就是后台不让你播，那他也不明讲。那就算李佳琦知道是后台的人员在给他封禁，他也只能说是技术的问题啊。难道他要公开说哦，因为我播出了这个疑似中国共产党禁止我讲的这个六四天安门或是坦克人的这个蛋糕，所以我被封了，所以我的直播被下架了。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我1月的时候跟台北机车男直播连线，我在 YouTube 平台上直播，他在他的中国抖音上跟我直播，结果每次讲到关键词“中华民国”这4个字，他就不讲，然后他直播就断掉。我们来看一些中国网友的留言，这个叫做 ZZ 的网友他说，摆的这是啥个意思呢？2的6次方问号。下面的网友回他，我也不懂，啥不懂。这个叫做普普通通的我战哥他说，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坦坦荡荡克服困难造化弄人形状相似长头丝啊，坦克造型啊。一颗水果甜甜糖的网友说，其实很好奇，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学这个了吗？原来历史书还有的。红豆泥的网友回他，学什么啊，我90后，感觉真的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一脸懵逼。我们再看更多中国网友说什么，这个董先生就发文说，一个93表示这事本来是真的不知道，问了家里一圈也都不知道，现在感觉自己不应该知道，好奇心真该死。这个叫做 M 彩虹糖的网友说，就算是90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希望别被有心人利用。再来 RE 狂言乱舞的网友说，这可真是30多年前的事情啊，至今还要使人消失，搞恐怖叉叉叉，说第二可没人敢说第一啊。这个叫做中研实业的网友说，这个事情你让那些小粉红怎么办，会怀疑自己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微信聊天的内容，你是不是在美国？因为我不会爬墙，所以想问问你感觉你会有兴趣的事。而是啊，晴天姐，就是80年代末天安门死了很多大学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国内查不到，说是外网能查到，还有视频，这事你知道吗？这事在外网来说是常事，我10多年前就知道了。我之前知道，但只知道个大概，你跟我说说吧。所以我前几天在6月4号专门做了一支六四的深度专题影片，我其中里面也提到了很多中国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起码80%-90% 的人不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剩下的10%可能他之前经历过，他听他的长辈说过，甚至翻墙知道，去外国留学知道的，所以很多的中国人确实不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李佳琦，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身为一个中国第一带货直播的网红，在6月3号摆出那个坦克造型的蛋糕，通常在做网红，在做自媒体的，多多少少一定都有翻墙，一定都知道一些事情，所以你说他不知道吗？我觉得他知道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那我们假使他知道，他还故意把那个坦克人拿出来，那就代表他其实是不爽共产党的，他是很同情中国在那一年没有走向民主化的。那我们反之，他如果不知道，那不代表他团队的人，给他蛋糕那个人，安排节目应该这么进行的那个人，后制团队，他会不知道。所以不管如何，李佳琦的团队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般的中国网友，大部分的人都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看直播的人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唯独这个平台上的人啊，这个直播平台上的后面的这个监控人员啊，他知道，
或者是他的上级知道，我觉得这样是蛮可悲的。那早在一个多月前啊，中国也有一个大 V 的博主 ，B 站主、微博主，他也因为发了一条影片被封禁一年多，他的 B 站、他的微博、他的任何大大小小的号都被封了。他发了什么影片呢？他发的那条影片其中有 0.5 秒，也就是半秒钟，含有天安门坦克人的画面，所以他被封禁了一年多。这个中国大 V 的博主叫做雷赛三分钟，他最大的号啊有260万的粉丝，他在其他 B 站啊有193万的粉丝，他在知乎上也有58.7万的粉丝，加在一起大概有三四百万的粉丝跑不掉吧，全部的平台都被封杀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叫做赛雷的大 V 博主啊，他可能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很反共的人吧，所以他故意放这个天安门的照片、坦克人的照片在里面。错了，他恰恰是一个爱国爱党的小粉红，他的很多影片啊都是盗用外国欧美的 YouTuber 的画面，然后自己再重新配音，所以他这次踢到铁板，盗用到这个欧美的 YouTuber 里面有用这个天安门的照片在里面，他不知道，他把他搬运过来重新配音，然后就上去了，结果就被封禁账号了。中国的所有平台都被封禁账号了。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媒体是没有党的控制吗？那怎么刚好 B 站、微博还有这个知乎啊，同时间全部禁掉了？这三家是同一家公司吗？不是嘛？那为什么这三家会在同一时间把它封掉呢？党支部嘛，党没信党嘛。小粉红，你到现在还在洗地，连你们那么爱党爱国的赛雷都被社会铁拳主义教训了。这个叫做赛雷的频道啊，他运用了小粉红那种民族情绪去炒作流量，他甚至常常也把别的频道主扣上这个汉奸啊境外势力的帽子，然后很多小粉红就会去批斗，被他冠上是汉奸境外势力的那个博主，因此赛雷大红大紫，他就是靠抹黑别人扣人家帽子而走红的。如今他现在遭受了自己社会铁人主义的反噬，自己也被封禁了账号，所以看起来最大的境外势力啊就是你赛雷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小粉红至今还有什么立场在帮8964的共产党洗白洗地，你连讲的资格都没有，你跟我说你支持 OK 嘛，你学李佳琦嘛，你学赛雷嘛，去发一条嘛，就说我是支持邓小平，我支持天安门啊，打得好啊，解放军杀得好啊，很赞啊，守护了中国33年，你就发这些影片，最好是自拍。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我觉得邓小平做的是非常好的，还好成功阻止了赵紫阳，不然赵紫阳这个汉奸就要让我们中国走向民主，就会变成美国，就会变成印度那种烂国家。拍影片嘛，不敢欸，你们最多最多敢在哪里？在 YouTube 啦，然后你人已经在海外了啦，在海外露脸哦，共产党是对的，镇压的好，但是啊，你却不敢在中国的西瓜视频、B 站、抖音上讲你在 YouTube 上支持共产党在天安门做过的事情，你不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可笑、最荒谬的。而你自己也知道不能，然后你还无条件的爱党爱国，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天生下贱、天生当奴才的人。这种人恰好是想要让我们台湾人跟他变同一个国家，跟他当同胞的人。所以啊，台湾人啊，好好看清楚啊，不要因为我们台湾人啊很容易共情啊，很容易同情别人啊，掉入这个小粉红设下的这个陷阱，掉进小粉红宣扬中共宣扬的那种情绪里面。如果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了，我只能说啦，我们台湾人啊就活该被统一啦，真的是活该啦。虽然我们一直在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啦，但是如果大家还是滥用自己的同情心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就真的活该了啦。那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九，下次见啦，拜。